主日学的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杰明老师，还记得我吗？如果你们把我忘了，那我就很伤心。100多个日子我们都没有见面了。那么小朋友，你们在 MCO 都做了些什么？学了些什么？学会了新常态了吗？什么是新常态？来看一看，出门戴口罩，还有呢，勤洗手， social distancing， 这是小朋友你要快快适应过来的哦，因为最迟7月22日你们就要全面的回到学校去上课，要学会保护自己，也要听学校还有老师们的指示。那么在这里呢，杰明老师也想给你一样功课啊，要给功课。对，那么你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当我们见面的时候，请分享一下，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您到底有没有领悟到什么呢？就好像比如说看到婷婷，她学会了这个做糕点，哇，好感动哦。在她做糕点当然她是在怎样想的，那么她要怎样分享让我们知道她在学习当中有没有遇到困难，或者是她有些什么话要跟我们讲，那么我们见面的时候再谈哦。好，记得新常态，戴口罩，拜拜。幸福是什么呢？听听看小朋友怎么说。我觉得幸福是跟我的 family 一起出去玩。我觉得幸福是 playing basketball every day。我觉得幸福是有主耶稣在我的生命里。我觉得幸福是每一天可以吃 ice cream 和跟我爸爸一起读书。我觉得幸福是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I feel 幸福是可以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我觉得幸福是 playing iPad。进入我的生命，心跳
我们这里看见就是当亚伯拉罕要把夏甲跟以实玛利双走的时候，那天早上他非常早的起来，就为他们准备了一些的食物和水，那么就把他们打发走。那么夏甲呢，就带着以实玛利进入到旷野，这个旷野叫别示巴。那么他就在旷野里面和他的儿子走迷了路。第十五节，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我们看见夏甲怎么啊？当他把水也喝干的时候，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也没有 Waze， 所以他就在这个旷野迷了路，他就带着这个小孩子。那么他就是跟那个以实玛利相对而坐，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向天来的哭诉，说什么啊？我不忍看见这孩子死，然后他就放声大哭了。就在这个时候，第十七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童子是谁啊？童子就是以实玛利，就是个这个孩子。那么就是神才派他的使者，就是天使，从天上就是往夏甲就喊，说什么啊？夏甲，夏甲，你做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大哭啊？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以实玛利的声音，当然也听见夏甲的哭声啊。所以第十八节，使者就说：“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其实这个是重新的跟夏甲再说一次，因为之前已经有说过了。这次神重新的就是跟夏甲说：“夏甲，我必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那么神就使夏甲的眼睛明亮，叮，然后他就看见一口井。哇，原来远处他没有水喝嘛，原来当上帝把他眼睛打开的时候，哇，他就看见远处会有一口井，然后夏甲就快点过去。使者就说，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给他的孩子以实玛利喝。然后二十节，神保佑童子，他就渐渐长大，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就是射箭的弓箭手啊。然后二十一节，他住在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他的母亲就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就说到以后当以实玛利长大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巴兰的旷野生活，然后他的妈妈也从埃及为他找了一个妻子。那么从刚才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撒拉呢要亚伯拉罕他的丈夫赶出夏甲和他的孩子以实玛利。那么为什么？就是为了他心里的不开心，还有他不希望以实玛利跟他的孩子分家产。 OK， 所以可是神在这世上呢，就要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话。为什么呢？是因为从一开始神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说，神要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有一个孩子，一个孩子是以撒。所以当以撒成长之后呢，神就是要以撒成为大国，这个应许是给以撒的。所以神就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是要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话，把夏甲送走。但是神并没有因为这个应许而偏待夏甲，因为这是亚伯拉罕所犯的错，所以神并没有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过失而亏待夏甲和以实玛利。所以我们刚才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就在旷野提醒夏甲，他听见了，他不但听见夏甲的这个的哭声，他还听见了童子以实玛利的声音。所以上帝就为夏甲母子呢准备了一口井，然后有水喝，让他们能够生活在旷野，能够生活，就像而且就是像夏甲重新的跟他说，他神会让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这就是我们的神，
所以在许多年之后呢，我们从经文看见呢，就是以实玛利就是在旷野结婚，然后过后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后裔都各自成了大国，就是两个大国。但是接着下来我们也从圣经看见，就是这两个国家因为人的软弱，因为人的仇恨，而时常发生许多的征战和冲突，直到今天哦。所以神所定义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了今天的以色列国，就是以撒的后裔成了以色列国。虽然神是拣选了以色列，但他却不偏待其他国家的人。所以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阿拉伯人，无论是中国人、印度人，或者是美国人、澳洲人，神啊，都会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因着信，我们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能够与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同来分享神的祝福和神的应许。那么这个故事我们还看见什么呢？我们会列出一些的要点，让同学们能够容易记得。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神不偏待人。我们就算今天你或者是我觉得自己再渺小都好，就算你觉得这个人又比你好，那个人又比你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什么呢？有五个要点。第一，神听见你的祷告。神听见你的祷告，就好像神听见夏甲的祷告一样，就像神听见以实玛利的声音一样。第二，神看见你的苦情，神知道你所受的事情，你开心不开心，就好像夏甲，他没有水喝了，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活下去，他不希望看到他的孩子死在旷野，他就痛苦，神知道他的苦情。所以要记得，无论你现在在什么状况，你要记得神看见你，神看见你，无论你在哪一个角落，神都看见你。第三，神关心你的需要，就好像神看见夏甲跟他的孩子没有水喝一样，上帝都会打开他的眼睛，铃，让他看见，有一口水井，他们可以拿水喝。然后第四，神喜欢你的信心，上帝非常喜欢我们信靠他、仰赖他、依靠他，因为信靠神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的祷告，我们是义人的祷告，上帝必垂听。所以上帝喜欢我们相信他，相信他会祝福我们，相信他会听见我们的祷告，相信他会帮助我们度过我们难过的日子。还有我们要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走进祝福，走进美好的未来。然后第五，我们要记得，就是神一定会祝福帮助我们，就好像上帝会祝福夏甲和他的孩子一样。另外我们也从这个故事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就是有五个要点哦，我们是不要做的。第一，不要不听从神。不要不听从神，就好像亚伯拉罕和撒拉一样，如果他们听神的话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亚伯拉罕跟夏甲有了以实玛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听从神的指示，听从神的话语。第二，我们不要自作聪明，不要自己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做，我们就想办法自己去成就那件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要帮助神，或者是我们想要做得比神还要快，我们一定要跟着神的时间，我们不要自作聪明。第三就是我们不要欺负人，不要欺负人哦，因为上帝听见人的祷告，听见人的哭声。如果你欺负那个人的话，等下他跟上帝哭的时候，你会怎样啊？上帝可能就会要跟你说话咯。好像如果 David 欺负 James Bond 的话，如果 James Bond 跟上帝哭的话，那么 David 就惨了，上帝就会来找 David， David， 你为什么欺负 James Bond 啊？ James Bond 是我所喜
所以我们不要欺负人。然后第四，我们不要看低别人，我们不要觉得自己的身份比别人高，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有钱，或者是别自己有拥有的东西比别人多，然后去看低别人，或者觉得自己的成绩比较好就看低一些成绩比较不好的人。然后第五，我们不要看低自己，不要看低自己，就算你觉得自己成绩不是很好，或者是哎人家有 iPhone 我没有，或者是你觉得哎呦人家有这个有那个可是我没有，你不要看低自己哦，因为一切的祝福从神而来，你将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就是上帝会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只要那些是你真正的需要哦，不是因为你羡慕你妒忌然后你想要你就一直祷告上帝你要给我你要给我，上帝也会知道其实你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个事情呢，或者是那样东西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看低别人也不要看低自己。所以老师再重新来到提一提大家哦，就是我们有五个要点是要记得是要去做的是要记在心里面的。第一，神听见你的祷告。第二，神看见你的苦情。第三，神关心你的需要。第四，神喜欢你的信心。第五，神要祝福帮助你。然后我们有一些事情是不要做的，也有五样。第一，不要不听从神。第二，不要自作聪明。第三，不要欺负人。第四，不要看低别人。第五，不要看低自己，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上帝不是看人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上帝不是看你有钱还是没有钱，不是看你在奉献的时候给多还是给少，上帝不是看这些，上帝是看人的心，上帝知道人的心里面想什么，知道你的脑在想什么，知道你的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骗到神啊。当我们欺负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是公义的神哦，所以我们不要欺负人也不要欺负自己啦，我们也要对自己好，要爱自己。所以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向神祷告，你有真正需要什么的缺乏什么的向神祷告，因为上帝必会听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神听见了。好，同学们，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创世纪十六章十一节，创世纪十六章十一节，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好，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感谢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你重新提醒了我们，就是你是听祷告的神，你看见我们的生活，你看见我们的需要，你看见我们的苦情，我们的开心不开心，所有所有上帝你都看见。神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爱自己和爱别人，教导我们爱自己和爱别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所赎回来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别人的生命也是属于神的。所以神啊，教导我们如何爱人，如何爱自己，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来到依靠你。神啊，你知道我们的心里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将我们心中所需要的一切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我们相信神你听见了，你是愿意祝福我们的神。我们这样同心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的名求，阿们。大家好，我是喜乐，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做巧克力杯子蛋糕，这些是我们所需要的食谱。首先放入面粉，然后放入可可粉，接下来我们把盐、发酵粉、苏打粉倒入碗中，
接着把它们全部搅搅搅搅搅搅搅在一起。准备另一个碗，摆入两颗蛋，然后把白砂糖、黑砂糖摆入进去。接着，我们用捣蛋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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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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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放入油，放入牛奶，接着放入香草精，然后呢，再哒哒哒哒。中，然后又再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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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把我们弄好的面糊倒入纸杯中，然后就可以放入烤炉啦。温度调至177度，时间是20分钟，然后就等待我们的蛋糕出炉啦。蛋糕出炉后就可以放自己喜欢的巧克力奶酪。蛋糕就这样完成啦！我还放了我最爱的白泥小兔兔，还有他最爱吃的胡萝卜。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拜拜。